他看上是一个阿拉伯前团两周，看上是一个异同难度的空翻动作，0.5。身体空翻转体900，马上去弹身前空翻转体360度，这是个0.9的难度价值。再做个 C 组难度的跳步动作。C 组难度的逆转720的动作，单腿逆转720的动作。紧接着做一个猫跳转体540度，也是个 B 组。